乎是成理的情况，非常纯的黑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XDR 的那个技术，这一台是 XDR， 那台是 XDR Pro。其实技术原理上是相同的，但是我刚刚讲过，在控制光的能力上面，它的颗粒数比较多，所以它可以做更细密的控光。然后像这种我们讲测光式的 LCD 的话，它的 LED 是在侧边的两排，它不是整个布满。现在九乘九几乎像差不多接近九乘九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。但它这种测光式，它还是可以做区域控光，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它的暗部，真正它黑位是非常的黑，所以它不一样的。